我终于到帝国制糖厂这边了，没有一个地图，但是一连串都有东西可以看，赞哦。大家好，我是 Little Q， 我现在来到台中，然后呢我要前往帝国制糖厂，很难念，而且在这个公园的对面我们就可以看到最近才开幕的 Lama Port， 耶，可惜等一下就要去找姐姐了，所以不一定逛得到哦。看到了遥远的制糖厂在水中间，看起来很幽静的样子，不走了，这里是涌泉公园来着，旁边就是帝国糖厂了，挺有意思的，做成铁轨的形式介绍制糖的各种历史，还有各种甘蔗，然后旁边呢就是非常大片的甘蔗田哦，白甘蔗还有红甘蔗，走进甘蔗艺术，从这上面可以看到很多鸟，一动也不动的白布斯，白布斯才对，结果不小心就爬到最高了，但是最高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景色，拉远给大家看一下，然后呢我们越来越接近拉拉坡，其实也还是没有看到一些什么的，这里也是一个完美景点，其实每个完美景点都会有人坐在那边很难拍照，蛮酷的建筑物，像积木堆叠而成呀，我把我心心念念的鱼壳在这里酱油味开心。Lala Port 百货公司旁边就是一个传统市场建湖市场，非常有秩序的一整排就是一条街，再往下面一排走，整排就是肉喂，然后这里是手语区。